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 CC。 我们今天又在玩这个模拟城市。好，我们先进入我们这个城市。我们有太长时间没有玩。我昨天刚路过，我在说什么？好，我们先玩，先进去。你城市无家可归的人会聚集在公园。我的天，这么真实啊！还会聚集在公园。我挺喜欢睡在公园的，其实你可以有那些什么鸟语花香什么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睡在公园。为什么？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是穷人的做法，哎，他们装逼，对不对？装逼，没办法。我觉得反正睡在公园挺好的。好的，所以上次呢，我们做什么了？我还是没有看到你们的评论啊，因为我昨天录完三集之后，然后我今天就直接录了，然后到现在一集都没发出来过，所以我还没看到过你们的评论，所以有可能评论上面说我做的很烂，然后说了三集，喊了差不多三集，但我一个都看不到，所以没事，我看了别人玩一点，然后我的天，这什么公寓，哈哈，天，有点厉害，看这上面还有个游泳池，然后你可以这么在这里面游泳，然后你跳水，可以这样跳到这个喷泉里面，然后游泳，对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然后这还几个房间，不是你要怎么上去这是个问题。天，这是电梯，我的天，太高科技了。我虽然是只是在这个 DLC 里面才有的，然后看这个，高科技不？还有个钻石在上面，啊，这什么查克拉在上面飘，啊，有点厉害。我多少年没看火影忍者了。然后这商业区还是这样子，只有个汉堡王，然后这里有个酒吧，这是，然后这有加油站，啊，你想买东西的话就得来加油站。然后很抱歉，我这里有点装修的声音，但是对吧，这是完美的 BGM 是吧。所以我们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开始建设我们的这个城市。所以上次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，那个犯罪率问题，还有就是火灾问题，这两个都解决了。然后我们的煤矿其实做的不是这么好，因为我发现它不是按每个小时来算，它只是每天48吨，然后我们每个小时就有3000块钱，所以不是这么尽如人意，不过也是给了挺多钱，只要它一直运作的话，而且它只花我们215，这个模拟币每个小时，所以这个没问题，然后下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试图做个巨塔，但是这个目标好像有点遥远的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先继续建设我们这个城市，然后让我把速度给调大一点，然后看它自己建设啊，这个也挺好的，它会自己发展什么的，只要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就让它自己发展。然后污水处理厂，你看很明显就饱和了。所以我们看我们污水处理厂应该是在城市的这个边缘，对，我上次留了留了一点，所以我们我们完成什么任务了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任务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再建个污水处理厂，因为它好像不可以编辑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再建个污水处理厂。所以如果我们拥有个公用事业局，就有什么污水处理厂啊，这是什么污水排放管道，这是这个管道而已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放一个什么事务局，什么什么事务局，看一下，公用事务局，我们就可以做个排水管道了。所以这公用事用局，公用事业局放这里，好了，看上去很好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放个这个更厉害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造这个64000，我的妈呀！先等一会儿吧，我们之后再考虑这个事情，是吧？64000块它可以干嘛？所以可以先处理污水，然后再排放。如果不想污水溢出，要当心您的容量啊，你的容量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先不用太管，因为它还没有饱和，完全饱和。不过它快了，我看上去是这样子。等到它真正饱和了，我们再放吧。有可能有一些时间，他们就要把屎丢在自己家里，然后满脸都是屎，满手都是屎，全家都是屎，然后在外面跑那种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啊。公用部门批准与 D-Nation 2分享，所以，对，但是这个 D-Nation 2这个区里面只有我这一个城市，有点恶心。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个富人区，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公园，所以也就这么穷啊。所以我们要改造一下这里，我们把在这里建一些公园，因为我发现只有公园才能刺激它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可以建造这个叫什么广场，对，我们也可以建造。就一点点，这为什么又不批准呢？我们需要什么？要有观光局，所以我们还可以造一个观光局。当然，我们为什么不造一个观光局呢？对不对？观光局，我们只能做一个。我的天，我们只能做一个。天，这里有人游行，为什么？
抗议什么？你们在抗议什么？告诉我，你们就无缘无故跑到这里来抗议吗？哦，我觉得市长今天吃牛肉，我不喜欢吃牛肉，所以我就来抗议他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因为在城市各地有更多的商店，啊，购物的考量增加，所以我们需要商业区，不是这个意思？当然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放几个商业区下来，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。这样我觉得挺好的。好，一大堆商业区放下来了，然后就是住宅区，一直需要住宅区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住宅区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放平民住宅区，当然为什么不在这里放一个平民住宅区？很好。有些穷人他们需要住在一些不好的地方啊，这就是他们要住的地方，就住在这个工业区和这污水排放管的旁边，非常好。然后这两个东西需要被清理，挺好的。就是以后你也可以考虑住在这里，如果你想的话。然后这个道路好像需要升级，对，因为它有点堵，我就升级一下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看这道路都挺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因为都是高密度什么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水看一下，水不会啊，水还可以。然后他说什么中等收入消费者不足，所以意思是我们要建更多的公园啊，让这个这个房子变得更有价值，然后就会有中等收入的人住进来，这样子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就先放在公园，对，我们要放在这里来着，对，我们就放一个公园，不要点到灾难了，那就完了。我们放一些厉害一点，中等收入，所以应该是两个这个标志，所以我们可以放排球场，我们可以放自然的，自然的我们可以放一排高树啊，就一排高树就这么厉害了。我们可以啊放在这些不能放房子的地方，很好。放几排高树都可以啊，不，那个不小心放错了，所以把它拆掉啊。好的，我铲平掉，然后我再放一排高树，我非常有钱。对，一排高树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编辑这个，应该我看我不知道该怎么编。哎，怎么了？伟大工程，我不现在不想说弄什么伟大工程，所以我们好像可以编辑它，可以怎么编辑？我们可以放池塘在旁边啊，很好，我们需要池塘可能，然后放个小树林。然后放个什么，随便放什么，就这样放，这样，然后再放个高树什么的，放什么随便你放什么，其实，这样放一个，对，然后这公园就弄出来了，这只是一排高树而已，所以我们就看啊，对，你看这房子价值都变高了，然后它开始变得更厉害了，就更多中等收入住进来了，对，这样就很好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商业区，这好像也是商业区。然后你看，看，看，这么棒，这么棒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需求，看一下啊，中等的在下降是需求，然后平民的在上升，所以这里全是平民的地方，挺好。然后中等又在上升，我的天，到底需要多少房子？所以这两个都在上升，高收入的也在上升，我的天，废弃的房子在这里，这废弃的房子需要拆掉吗？需要拆掉应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上次我就是因为玩的太快了，然后有一些问题。哎，我不小心拆掉，哇！我不小心拆掉这个 ，no！ 这什么？这就是一个房子，啊！你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它还在重新建，挺好的，在重新建。然后我们要到什么？可能在抗议没人收垃圾，啊！垃圾上次不是处理好了吗？我记得，你们又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有人在收垃圾。这又怎么了？我闻到烟味。好，又有火灾问题，看上去又有火灾问题。哎，这人说什么？他想和我说话，看着人啊，非常恶心。因为这里有好多新朋友认识啊，所以有一阵能够朝拜的场所。好的，当然可以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，但是我尊重你们的宗教啊。没什么，我什么都没说，这个我要说出来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是个屏蔽营。好啊，我们可以放什么宗教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我们这城市需要更多的欢乐，不对，宗教不是欢乐，没什么，宗教不是欢乐，当然不是朝拜。我们可以放个教堂啊，我们放到这个地方，当然，占什么空间呢？你就到这里朝拜吧。对，好，这是宗教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放清真寺就在它旁边，清真寺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啊，这现代朝廷是什么？现代教。呜，完了。屏蔽音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寺庙。好的，这四个地方会打起来，我在想，我觉得肯定会打起来的，啊，我觉得绝对会打起来的。
好的，我们可以放一些景点啊，体育馆我们可以放一个药，没什么好地标啊什么的。我就觉得这城市太小了，我总觉得我们能放更多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呢，我们就是可以再放几个矿坑下来，我们可以放个原矿井，对，我们可以放个原矿井下来。然后这个姿势我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这些原矿井的姿势，就好像他们在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你也这么觉得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啊让160位中收入的模拟市民前往宗教场所，在一天内让160位中收入的模拟市民前往宗教场所，这样有点难。我不知道这个城市会有160个啊，不过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宗教场所了，除了这个寺庙，看上去好像不是这么受欢迎的样子，所以没有人出席这些宗教场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宗教是个让人欢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不应该说这么多东西。虚拟富翁酒馆，谁建的这个东西？我的天，这是小游泳池还是太阳能板？如果是小游泳池就好玩了，每个人就有自己的小游泳池在上面，非常暴露的。天，这车怎么都这么恶心啊？这是未来的车吗？如果这是未来的车，我不想活在未来了。我的天，这多么大！你看我把那个拆掉，它就变得这么大了，非常好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先看这个分布。我的天，我们需要太多住宅区了。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下，我们看这个矿石在哪里，我们避开矿石的地方。然后顺便说一句，这音乐是我最里面这模拟城市里面最喜欢的音乐啊，每次编辑到这里我就感觉很好听的感觉，这感觉啊，我说话都语无伦次了，你听出来了吗？水又没了，放一个吧。我都不管他没多少。好好好好的，所以大家看到我们马上需要一个污水处理厂了。好的，就这个吧，污水排放管道。你不高兴啊？你活该不高兴，你就住在这里，你活该不高兴啊。有人来吗？没有人来，非常好啊。所以又有污水处理厂了。然后这个啊，大家排水正常，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标志？什么污水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污水有什么问题？管道不行吗？管道老化吗？你还不高兴啊不高兴你啊，这群住在这里还不高兴，真恶心。好，所以他还是生产这么多点东西，为什么你总是要有火灾？你闻到烟味，烟味着火了，要不把你房子拆了怎么样？你关闭需要劳工，我的天，这个城市因为没有劳工开始，我的天。好的，我们当然我们要造一个住宅区，所以我们拿低密度先，然后好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一圈全部弄成住宅区，是的。然后我们要放这个东西啊，不，放一个厉害一点的，放个什么呢？放个广场，再放个这个广场，因为我发现这广场很好用。好的，把这个广场放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些住宅区怎么样。所以这些人都很高兴，其实就是有些人不太高兴，所以我们可以再放一个这些公园啊什么的。所以让他们高兴一点。所以这里有个公园，这里有个公园，这里有个公园。好，棒极了，棒极了，哪里都有公园了，就是这个放的要强迫症了，对不起，我强迫症。对，原谅我，说真的，原谅我，你们得原谅我。好，我感觉好多了，我感觉很难受，我刚就是感觉，所以你们得原谅我。我看有没有什么要补的，因为被拆了什么的。哦，应该没有。然后我们就加速一点，然后看，哎，这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高收入消费者不足，看我永远没法满足任何人，这实在是太恶心了。这城市哪里有高收入？我们学校怎么样？我们没有进过学校，我的天，电力也没有了。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电力也没有了。我们可以造核电厂，需要14万元，14万模拟币。然后太阳能发电厂需要33000，很明显我没这么多钱。我们可以再造个分力啊，不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扩展这个，对。我觉得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挖矿的花我太多钱了。我们就再加两个应该可以了，对，这么多发电厂太好了。然后这城市全部都是电力啊，每个人都要触电身亡的感觉啊，非常好。你看这里就没电力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，过一会儿接上了，接上了吗？看这里不是非常好，这剩余 1.6， 看真的没电了，感觉无电力的建筑物。我们需要点钱让这城市发展，所以我要借一点。我觉得我现在要借一点钱，对，所以让我借一个债，借个50万，
这个5万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一个太阳能发电厂，就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就这样吧，暂时先这样，我们有个太阳能发电厂，非常好。然后你看，太阳能发电厂 一下来都没有招聘好人啊，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多电了啊，非常好。这太阳能电厂都不需要人工作的啊，太好了啊，这个花的钱也挺多。好，太阳能电池充电中，非常好。它发电多少？它发电 18.9， 然后我们很明显需要更多的，比着。好，这个很明显没电了，所以我们的经济来源没了。然后这个城市的工资一直在下降，因为住宅区实在需要的太多了。啊，天哪，我不该发展这么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住宅区需要这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划一点路出来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给这群表一点，对，这个东西很好，又有点住宅区了。然后希望他们这群表能满足，我希望他们能满足这群表。好，然后太阳能发电厂已经在为城市供电了，它供电 12.1MW， 就是 million watts。好的，然后现在它应该工作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电力，电力还是没有电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电难道过不来吗？到底怎么了？就到这里，然后什么电都过不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城市边缘不能有电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对，这个还在运作，只要这个在运作中，我才不管这些居民活得怎么样了。对，然后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缓解住宅区的压力，很明显看上去好像是不能的。我的天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，你看这么多啊，低收入都要，低收入。好，我们看那个，我可以看风力地图、工业区地图、商业区地图、住宅区地图，看这么多住宅区，快乐度、金钱。所以这些人的收入是算高收入吗？到底多少是高收入？我不知道哪个是，这应该是中收入吧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哇，这些快乐都很快乐，这些人都不快乐的感觉。这些人都很快乐，所有人都很快乐，都很快乐，赚钱也多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还需要这么多住宅区。